这个画面就从眼睛里面看到，既有虚拟的东西，有实际的东西，嗯，虚实融合。第一次用到它，什么感觉？感觉非常震撼，非常的清晰。我可以在这个操作盘上决定我现在要显示哪些部分。对，一握拳就回到了桌面，食指拇指一捏就选中了。在操作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对着虚拟的线去安装实体的线了。这里边就像一个科幻的线缆宇宙。